今年九月，这高中生就开始修这本土语言课程咯。调兵间的文创业者，即阵当咧部署，撇出高中的台语课本，所选的文章唔呐有无同款的基地编排，也较趣味。这插图也有这红阿姐风格，希望会当增加学生的兴趣。即马要提供予学校的老师做参考。课本的封皮像红阿册，这是基于国文创制作的高中本土语言课本，看起来无像教科书，不过内容拢是对十二年课纲的基底教育来出发。本土语言头届纳入高中的教育，各出版社嘛密切甲学校联系。那因为我们想要再增加就是学生的就是图像的素养，我们发现就是语言是一个脉络，那图像是另外一个脉络。我感觉就是希望这个课本唔是一个语文的学习，而且伊背后有只议题，予伊的思考更加丰富。包括讲知识想象啦吼，艺术科技、环境吼，甚至包括人权甲海洋吼。真像一篇课文是阿夏囝的新生行游，就是在讲白色恐怖受害者蔡坤林。读起来袂输咧看第一篇故事。这部教材的主编戴文教授刘兴田表示，希望本土语言的推展搁较多元。嘛，因为本土教育伫高中算是上尾的阶段，所以精选文章的难度、思虑拢有较深淡薄啊。这既然是已经来伫咧本土语言的这个科目的上尾阶段，所以嘛无必要把这个字数限制伫咧 A1、A2 的这个阶段内底，所以这个课本内底嘛出现一挂算是讲可能是 B1 啊、B2 的这个字数，希望讲伫咧上尾阶段，学生伫咧思维固形等等方面拢有更加进一步的这个提升。出版社表示，这个课本经过两冬的时间制作，嘛因为九月高中的本土语言必修课程就会开始，即马四个月是高中各校的选册期，出版社有提供样本，予各学校来参考。徛伫语言推广的角度，嘛希望上课的学生通对内容产生兴趣。记者陈阿文、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